第十题，电解硫酸铜溶液时，若正负极使用碳棒为电极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以碳棒为电极，电解硫酸铜，我们有请同学要背，我们的正极产生氧，负极产生铜，所以 A 跟 B 的选项都是对的。因为我们的负极会把铜长出来，会生成铜附着在上面，所以它的质量会增加，所以朱说负极碳棒的质量会增加也是对的。而我们之所以会长出铜，是因为铜离子变成了铜，所以铜离子减少了，所以它我们的铜离子浓度应该是减少，而不是不变，所以 C 选项是错的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电解液中铜离子的浓度不变。